上西瓜。S S，你找，来635找，来啊，赞啊！我今天换了一条线，希望不要再出包了。直接换一条线，不要打完的时候又给我物理性断线，干！存档是好我存就对了。棒棒。哎、欸、等一下。所以先往左边走好了。好，新地图。像爸爸，但是不是？所以这边是有离魂者。黑曜石坠饰，来看一下，增加5攻击力。今天应该可以打得完吧？毕竟都说这游戏还没做完了，应该可以吧？相信自己啊！我等一下应该打到五点左右，然后要准备出门一下。今天要去看时事啊！哎，这是兜一圈回来的意思吗？好像是哎。哎，所以这样是兜一圈回来。哎，真的哎，好 OK， 也是不错。哎呦！哎呦！最烦的、欸、没有之一。哎、欸，干这个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哎、欸，超黑的，妈的！该吃补血还是要吃，不要省，不要省一些不该省的。
原来 会冷冻的是上面那个小怪。唔汤哦，这鬼是不是打不完啊？好像是哎、欸。看一下，他这个中间需要6000 mana，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点？药物冷却减4秒，这个暂时用不到。血加20好像不错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我要点这个啦，拾取硬币回 HP。没事，我想起来了。我觉得这边比裂缝难打、欸，真心不骗。感觉捡钱回血还蛮重要的，因为这游戏地板给的钱其实还不算少，就算回的不多，杯水车薪慢慢累积总是 OK。这个存档点没事一直给，一定没有什么好事。防御力加10%没问题。等我一下，看一下讯息。Switch 要拿初代开刀，其实我觉得拿初代开刀这件事情还蛮聪明的，因为其实你看现在日月的怪800多只了，你如果一直膨胀下去啊，就制作成本来说会有点惊人，所以适时的重置其实会让之后的新版本。在制作费用上面会省很多。羡慕我打电动哦，你把公司卖掉，你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，你也可以。哎、欸，我以为无头骑士是穿紧身皮衣，罩杯还要很大。哎、欸。这无头骑士已经过时了。
稍等我一下。我工作电话关一下台，马上开。